向前冲，我的小兵，大不了自己成全自己的梦。这场雨过后，天空未放晴，人潮依旧为这希望涌动，你也在其中。公车太挤，香水未喷足矣，失恋的人随时会发脾气，刚淋过雨，记忆和你还在风里，还拿不出忘掉他的勇气。我们向前冲，你怎么这样对依依啊？多不礼貌！更何况她确实把表落这儿了。你的脚怎么样？你还关心我啊？我答应海瑶了，以后每天中午都过来一次，把饭给你送过来。早饭咱们就简单一点。晚上我要做节目，你就自己叫外卖。那还要回来以后呢？有特殊情况，或是你需要什么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特殊情况是指哪些啊？比方说，你身体突然不舒服了，头疼、发烧之类的，你自己不能处理的情况，随时打电话给我。那我忽然想你了，算特殊情况吗？可能是送餐的。哦。你好，先生，您的外卖。多少钱？93。不用找了。啊，谢谢。现在吃吗？是吧？是吧？不管怎么样，都谢谢你能来。帮我买酸奶、萨琪玛、巧克力、饼干、鱿鱼丝，多谢。
来，我去超市，你去不去？哎，走了走了走了，来来来来来。哎，这吃不吃？我吃。哎，这个怎么样？吃不吃？这我也不吃。哎，这特别好，吃不吃？吃吧，我请客。周云，你跟我来。周依依，昨天我就看你不对劲，怎么今天还这副德行？你是不是真遇到什么事儿了？没有。你低落一天可以，低落两天也没人管你，可你不能总这么低落吧？这是我自己的事儿，跟你没关系。是。是跟我没关系，可是跟节目有关系，就跟我有关系。我告诉你啊，不管你情绪有多么的郁闷，你都不能把这种情绪带到节目里，你知道吗？我带了吗？你带了，昨天你就带了。所以我恳请你，以后上节目之前，请你收拾好你的情绪，不然太不专业了。那你呢？你成天往电视台跑，你连电台都不想做了，还说我不专业。你以为我想跑啊？电台解散了，我喝西北风去，我不要吃饭啊。凶什么凶啊，显得你敬业啊。是你带动了我，现在我刚振作，你又变成这样，那我们还怎么跟1088叫板，怎么去打败那个微风啊？马路，别这么叫啊，恶心，走了。好好做节目，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哎呀，刚才这位听众的事件实在是够诡异。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，那我要告诉你，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我所经历的诡异的事。周依依，请问你有没有？哇哦，我这件事情诡异无敌了。有一回啊，我跟马路录完广播剧，已经过了半夜的12点，我们坐着电梯下楼，电梯呢在中间停了一下，门开了，但是没有人进来。我看到马路往后退了两步，我也没多想。到了一楼之后呢，我就要往外走，马路突然把我拉住了，说让人家先走。我一愣，以为他发神经呢。出来以后呢，他又跟我说刚才那个姑娘长得挺好看的。我彻底疯了。哎，其实呢，这只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恶作剧啊。当时周依依确实被吓得不轻。好了，下面我们来听首歌吧。歌曲完后，我们等着你的诡异事件来跟大家一起分享。集团领导后来又找过你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如果真的当上总监的话，对谢萌不公平。没觉得，我宁愿让你监，也不能让那老妖婆得逞。你是怎么想的呀？真让给他呀？他成天的就想篡班夺权呢。你倒好，助纣为虐啊！你也不用说那么过分啊。你想想，谢萌的行政级别比我高，资历也比我老，赵明喜他推荐我，只是他的一番好意啊。你想，就算真的报上去，集团领导也不一定同意啊。什么同意不同意的呀？咱还不给他这面儿，就跟多稀罕似的。啊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咱俩这样的人啊，成不了大事，就得谢芒那种绞尽脑汁往上爬才行。行了，别说了，
来。上官燕，明天帮我买点水果。上官燕，你在家呢？别睡了，赶紧起来。听见我说话吗？听见了。你怎么了？闭关呢？我没事儿，你不用管我，我就是累了，歇两天。哎，好吧，本来有很多话想跟你说的，等你出关吧。我知道，我了解他，他有时候任性起来像个小孩，在外人眼里显得很男人，私底下呀，有他小孩的那一面，很脆弱。你这样我觉得特别别扭，你能不能做点你自己的事情呢？还是把他的号码删了吧，删了就不会手欠，手若欠人就贱。什么时候学会接受你自己，像我一样欣赏你，那就好了。我有什么地方值得你欣赏的？挺多的，比如说你的性格很好，哎，这个很加分。很多人愿意跟你做朋友，像我妈那么难搞的老太婆都那么喜欢你。可是男人都喜欢那样的。哎呀，男人喜欢那样的，那是天性嘛，是不是？可是有时候男人更喜欢有自信的女人，有自信的女人呢，散发一种光彩，那种光彩才是最吸引人的。你已经做得不错了。你真的这么认为啊？嗯。谢谢你。不要口头谢，要行动，明白吗？干嘛？我的意思是，你请我吃顿饭就行了，你这是干嘛？很晚了，回去吧。
什么了不起？哎，周一啊，那个上官燕的寻夫之旅怎么样了？你好像挺关心她的。对呀，我最喜欢打听八卦了。哼，不止这些吧？马路啊，有爱就要大胆的说出来，要是憋在心里，会得忧郁症的。喂，爸。我去体检，有份单子，医生说不给，要叫家属去取。爸，你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我又不敢跟你妈说，要不你回来一趟？哦，好，你别着急啊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周依依，我正式通知你，我出关了。我家里有急事，回去几天。依依，你挺忙吧？请两天假，领导那儿要紧吗？不要紧，我都说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去医院吧。没那么着急，先回家。爸，你自己觉得哪儿不舒服啊？也没觉得。那怎么好端端的去体检呢？哎，有个管叔叔，你还记得吧？年前啊，说没就没了，我们老哥几个吓了一跳，我们就琢磨着一起去做个体检。他们几个都没事儿，单子都取走了，就我，你说急人不急人？爸，往好处想，应该没事儿的。放假？这不过年不过节的，放什么假呀？是。我回来看你们还不好？你失业了？是不是被电台给炒了？犯错误了？还是跟领导闹别扭了？爸，你看妈，一说就没好话。就是就是，你这人呢，一想什么？就往最坏的地方想，这孩子刚回来，你说这些干啥？吃饭。那我在婚礼上。谁婚礼啊？朋友还是同事？我啊，我结婚。谁？喂，新娘什么人啊？你不认识？他干嘛的？漂亮吗？哎，你说话呀，要不然我冲到婚礼上去了。上官，这我承认我以前追过你，可你不在乎我呀。这现在我也结婚了，咱俩也没关系了。你以后就不要给我打电话了，再见。去你的吧。你是不是还跟那个上官燕住在一起啊？对啊。那他为什么不结婚呢？我不也没结婚吗？那你什么时候结婚呢？我不吃了。
喂。喂，上官啊。你干嘛呢？我在机场呢。机场？你要出差啊？什么时候回来？我还想请你吃饭呢。啊，没有，我移民去南非了。哎，我没跟你说过吗？移民？你没跟我说过啊？刚办下来的。以后你要来南非啊，你找我玩。这帮男的，去死吧！没有一个好东西。喂，你谁啊？上官燕。好吃好吃，这海鲜好吃。嗯，上官燕。嗯，我说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啊？大半夜的还要找人请你吃饭啊？怎么了？心疼啊？哼，不是心疼你，心疼我的钱。嗯，我才吃你多少钱啊？真是的。开玩笑的，我要是真心疼，我还能来吗？嗯，适当的时候做一点慈善也是应该的嘛。我总不见得见你饿死街头吧？嗯，我没钱了，周依依又把我抛弃了。想来想去，也就你貌似忠良。哼，谢谢啊。嗯，你吃啊，别跟我客气啊。还是你吃吧，早点吃完，早点送你回家。看你这样子，也没有打车钱。好啊好啊，你可真好。哎，要不然您好人做到底吧，我也不知道周依依什么时候回来，你再给我买几天的储备呗。谢谢啊。嗯，好吃，你吃啊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们这些女孩子都爱吃零食，那什么什么薯条啊、薯片啊，这种东西好吃归好吃，但是对身体特别不好啊，这里边什么添加剂呀、防腐剂呀，全都有害健康。这以后也少吃啊，像这种东西。所以我今天要给你买的呢，是一些半成品啊。半成品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半成品就是你买回去以后，放在微波炉里转两分钟，那就可以吃了啊。哎，对了，面条回家吗？不会。回头我教你，特别简单。嗯。啊，还有这种香辣兔丁饭啊，这就是半成品。香辣鸡丁饭，哎，都是辣的，能吃得惯吗？还可以吧。啊，多拿两个。啊，火腿肠，火腿肠可以吃，特别简单。这是什么豆角？这都是半成品，吃起来特别简单，方便还好吃。泡菜，啊，这都可以吃，这都是半成品啊。你进，进进进。不用换鞋吗？啊，不用。啊，把东西放那儿行了。哎，好。行了，那我的任务完成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啊。哎，我还有个请求。别太过分啊，钱不能借啊。哎呀，我不会给你借钱的，你就陪我说会儿话。哎呀，你说这周依依这两天不在，啊？你们那节目我可怎么办呀？啊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没了他，地球照样转。我随便找几个同事，谁都能顶。哎，没酒了。哎，我给你去当主持人算了。你行吗你？哎，我怎么不行啊？我当然行了。哎，我给你搞个策划，叫周依依隐私大揭秘，怎么样？这主意不错呀。不错吧？
哎，这主意好，好吧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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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来，这必须得干一杯，必须干，干杯啊，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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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这不行了，不行了。哎，你怎么不干呀？不是，我策划的方案，你得干，给给给，你干了，你干了，我干。我知道周依依好多事儿呢，是吗？啊，什么事儿？秘密。不早了，回家了。哎，爸爸爸，你能不能不要那么紧张啊？你转的我心都慌。太难熬了，你妈那个时候生你啊，难产，我在外边等着都没这么难熬。不行，我得找个地方抽根烟去。哎，你别去，待会儿医生叫我们怎么办？那你自己帮我看吧。什么叫我自己看啊？下一位，周海江。叫我们。是你女儿吗？哎，哈，跟你长得很像嘛。在哪儿工作呀？哦，她是电台主持人。哦，电台主持人，很有出息嘛。啊，大夫，有什么你就直说吧，我有这个心理准备，我女儿也在这儿，我们承受得了。大夫啊，我爸，他到底什么问题啊？哦，是这样，上次你爸爸的片子出来以后，我们发觉他这个肺部右侧有一个不明显的阴影，我们最开始怀疑有问题，后来又请专家看了片子，认为应该不是。刚才还说要抽烟，以后不能再抽了。好，对，烟一定要戒。终归吸烟对健康一点好处没有吗？好的好的。哎呀，我就说嘛，你老爸的身子骨啊还没过保质期呢，现在我心里啊就彻底踏实了。嗯，爸，你没事啊我就放心了。那我就走了，我的节目啊我搭档一个人撑着呢。这么急啊？在家多住几天嘛，反正都请了假了。啊，不了，我坐动车也就两个小时，还能赶上今天晚上直播。那我跟你妈怎么交代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你自己想办法吧。哎，怎么说走就走了？沈文业，沈文业，在不在啊？啊，那个在在在，快起床了，我给你带了好多好吃的。哎，真是！你是这……是。脚给那个崴了，你快出去！脚崴了。
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，我那个马上就好了啊。那个，你先去给我拿嘛。哦，你的衣服是吧？啊，行。吃，我能待会儿再吃吗？你不饿？也不是啊，就是吃不下。每天吃大包菜，我现在看着这个饭盒都饱了。那怎么办？没事儿，别理我。饿了，我什么都吃得下了。你是不是在家待烦了，觉得闷呢？这样吧，我带你出去吃。吃啊，你吃吧。你这样看着我，我怎么吃得下去啊？那我不看你了。要不是我腿摔了，兴许没有机会跟你坐在一起。说实话，我没有想到过寒月会把你叫来。如果早知道腿摔了就能见到你，那我摔十次都愿意。喂，马路啊，我人已经到了，晚上直播我能赶得上，我跟你说一声啊，回见。哎，
给谁打电话呢？跟马路啊，我跟他说一声，晚上直播不用找人盯我了。哎，对了对了，你还没告诉我呢，你这次的寻父之旅怎么样？找到了吗？你说呢？我怎么会知道啊？我这次除了花光所有的钱，什么也没落着。啊，少的钱。嗯，乖儿子，你的妈呢？在外边，马上就进来。哦，叫他快进来啊。我们待会还要去吃饭呢。嗯。所以，我到了最后，我就决定放弃，就当自己出来玩一趟好了。我就花光了所有的钱，就回来了。那我给你打电话、发信息，你怎么都不回啊？一个人旅行是需要勇气的，我害怕一听到你的声音，我就会动摇的。你不知道你走了这段时间我有多担心你，我又联系不上你，我都快急死了。那时我就在想，如果你回来了，我一定要跟你说，哎，老虎油，蜜兔，嗯，另外呢，我还想跟你说一句话，赶紧找工作，我养不起你啊。哎，我走的这段时间你都干嘛了？没干嘛。嗯，爸爸，我有东西给你。什么呀？这是我在国外留学的一些朋友，他们的学校联系方式都在上面，你在申请学校的时候有什么需要咨询的尽管问他们，我打好招呼了，他们的经验也许对你有帮助。谢谢你啊，罗阳。不客气。我回来了。哎，依依姐。哎，我从老家带的特产给你的。谢谢、啊、给你一个。谢谢依姐。哎，罗阳，给你。谢谢依姐。不用谢。哎，小雨老师，给你的。谢谢。嗯，对，嗯，哎，剩下都给你了。谢谢。哎，见我回来你怎么不高兴啊？一点儿都不热情。要怎么热情啊？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？喂，你别乱说啊。你心虚什么？我心虚了吗？你没心虚吗？我心虚了吗？反正你看着就不对。大家注意一下，秦老师让我通知大家开会了。同志们，今天不是周三，但是还是要耽误大家一点时间，把大家聚拢在一起是为了宣布一件事，那就是我们999频率要合并了。我知道关于999频率要合并的事，私底下大家已经议论很久，我和大家一样不希望它是个事实，但是很不幸这一天终于来到了。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，集团之所以这么安排，并非针对我们频率，由于我们频率发射功率比较小，加上频率的整体定位不够清晰，所以合并之后，原999频率将不复存在。我想大家最关心的是人事关系的去留变动，为此我们已经做了一个相应的安排。
并报集团核准，都在这里，大家传下去吧。999频率的呼号沿用到本月底，人员安排下月1号起正式生效。原999频率的所有节目在此期间正常运行。对以上决定，如持有异议，大家可以直接向集团人力资源部投诉。最后，我仅代表我个人，向大家这么多年来对999频率的付出表示感谢。希望大家能够站好最后一班岗。集团资料库。哎，你知道集团资料库在哪儿吗？好病人，别哭了。你怎么没有信封啊？我不是正式编制，所以集团没有义务安排我的去处。钱老师找我谈过了，我能理解的。声音。